不超过50发子弹吃鸡。兄弟们，50发子弹是什么概念啊？你们也太狠了。那岂不是我要苟到这3圈才能开枪？不行不行，这可不是我想要的风格。哇，还来了这么多人，大家可要帮我算一下，我一共用了几发子弹哈？ Oh, no. 这都没中，你给我出来！耶，不是说好喷子面前众生平等的吗？还好他们没捡枪，看我杀他一个回马枪 ，nice， 解决一个。不是，另外几个人呢？怎么这么快就跑没影了吗？嘘，有脚步声，呵呵，抓到你了。我说小兄弟，下了半天都没抢，你是魔鬼吗？哎呀呀呀，这儿还有一个，你都快亲到我脸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哼，不要脸！不好，又来人了，小哥哥，尝尝我的子弹吧，甩就完事儿了。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搞定！这下总算可以安心搜集物资了。啥？我已经用了11发子弹了，小可爱们，你们数的也太仔细了吧？那我应该是留，完了完了，算不灵清了呀！ Oh, no. 哇，3金甲，一定是粉丝宝宝们给的力量，才能有这般好运。哎，98K 可以带上，一枪可以击毙2级头的敌人。完了完了，安全区离我1000多米远，没时间算子弹数量了。赶紧进圈要紧！哎哎，疼疼疼！谁在偷袭我？哦，我都穷成这样了，还要趁火打劫吗？啥？还不止一个！一群小坏蛋，接好我的子弹吧！血反杀！哦，刚才真是太刺激了，还用了我7发子弹。哇塞，7号枪，我可想死你了！要是能召唤出 AWM 一枪一个小朋友的话，我还是很有机会能在50发子弹用完之前吃鸡的嘛！一支穿云箭，只求 AWM 来相见。你们可不许来抢我的空投！哦呵，他来了。还真有 AWM。 哦，对了，刚才解决了2个人机，我可是1发子弹都没用哦，赶紧去拿我的 AWM， 并且只留18发备弹。果然啊，光子大大还是爱我的。嗯，哇，哎，这儿打起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么不经打的吗？4枪就没了，哼，没意思。Everybody 继续走起。哎呦，小可爱藏得够深哦。No，趴在阳台看到没？连我在哪儿都没发现吧？兄弟们，跟我一起冲呀！先让你尝尝我雷神药的手雷。3、2、1，嘣 ！Nice， 是时候找他们结束战斗了。哟呵，猫在这儿呢，那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平底锅。嘿嘿，脑瓜子都嗡嗡的吧。随着安全区的刷新，我来到了圈中的房区，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哦吼，这边发现一个。你是啥时候趴这儿的？吓我一跳。哟呵，还走哎，那就别怪我冲脸盲你了。还有人是吧？那就一锅端了。别发呆呀，小可爱，只剩下最后2根毒苗苗了，看我怎么把你们给揪出来。哎呀，好险，还好3级脑壳的我头够铁。完了完了，他冲过来了。从这集体围攻我的枪声判断，这2人是一个队的没错了。不急不急，先解决这个跑毒的，另外一个应该已经跑到我附近了，接下来就是想要1v1的 show time 了。先扔颗手雷，扰乱他的视野。就是现在，小样啊，来收人了。哟吼！
小可爱们，有记住我用了多少个子弹吗？我是小药，下次任务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尽情下达哦。